哎，Auntie，不觉得大家最近都很忙吗？家庭方案上线，然后又一堆活动的。听菊大说想要帮大家加码下午茶，哎，加码？但我们平常已经吃很多了，哎，烤乳猪、烤鸡、咸水鸡，啊，还可以订什么啊？啊，上次在 YouTube 网上有看到麦卡贝有在帮人家做员工餐呢，还是我们请他来帮我们做一个员工餐，你觉得怎么样？哎，不错哎，好，那我来打电话问看看。大家好，我是阿布玛尼亚，今天是来到 KKBOX 的公司，然后帮他们准备员工餐です。听说 KKBOX 的员工餐已经很丰盛，所以我觉得今天有一点点有压力，所以先等一下去公司里面，然后调查到底员工想要什么样的东西呢？加油です！对，是 KKBOX。那我们今天要参观的是 KKBOX。嗨，すごい！天哪，这也太美了吧！像玛利亚，你可以看到左边这个就是音箱的感觉。哦，音箱。对，这个是。这个是，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音箱的空间。好厉害哦，很特别的空气，就是自己的独立的空间。对，就听不到外面的。对啊，这个很舒服哎。老板应该要学一下。对，还有其实 KKBOX 是全球第一个音乐串流的服务。哦，是啊。我们在2005年的十月就开始了。其实我也在用，而且我也是 KKTV 的会员。哦，真的吗？对。那你最近都在看什么？我都在看日剧。哦。对。那其实像很多的歌手，他要发片啊，或者是有宣传的时候，他都会来我们这边上通告。你看，这个就是田馥甄哦，对。下次阿布发新歌的时候，我们这边也可以换成你的海报。真的吗？这么好？对，可以来这边录节目。太好了。对，这边是我们的录音室。录音室。然后就是平常像阿布来的时候，就可能会在这边录节目。他其实现在刚好里面有人在录音，我们可以跟他们打个招呼。啊，你好，你好，こんにちは。哎，日本語很好ですか？啊，哎，就都是。好厉害哦！现在是录什么呢？我们在录 podcast 节目。哦， podcast， 很厉害耶！也是。可以播你的阿布奈。这么好，感谢感谢，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我等一下上一下节目。谢谢谢谢，打扰你们。对。其实我之前好像有来过 KKBOX 的一个日日兼职师的节目哦，对，那时候对对对对，那时候来过，但那时候也没有看到这种很其他的空间，对，就觉得哇，也是有上班的。欢迎欢迎，嗨，你好，欢迎欢迎。为什么每个人都会日文呢？对，因为其实 KKBOX 服务的地区不止台湾，我们还有香港。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所以其实我们的同事也非常的多元，就像 Frank 他 ，Frank 桑，就会对，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日本語上手的，啊，上手じゃない，マリアさんすごく綺麗です，他在聊美呢，すごい，是在学校学日文，啊，大学で，大学で，すごい，やば。感觉比我日文很好的没有没有，我还没想好那个日文。会社の道路がマリアさん来ることに楽しみにしております。嬉しい。本当です。今日は私も楽しみにしてました。はい。今日は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はい、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はい。はい、大家好。对。我是平常是做什么工作的？我们是就是专门做 podcast 的一个公司。Podcast， 真的是很现在很流行。对对对。所以有机会的话，麻烦大家。感谢。我很少在办公室就这样走来走去，对，有点紧张。没关系，他们也很紧张。那我们 team 是负责做版权的。等一下，木曜的口罩，为什么有木曜口罩？啊，因为我买的。啊，真的假的？好厉害，木曜版的，非常的开心耶！你看，爸爸妈妈平常是做什么工作？我们是谈KKBOX 的歌曲上架。哦，所以像我想要在 KKBOX 上架的时候，你的新歌，对对对，好厉害哦！辛苦了，辛苦。
他们是负责上架嘛，嗯，那这边的话就是你要听到歌的时候，他们会负责我们的曲库，就是这些 music library， 然后他负责说怎么样让歌曲可以成功的让你去听到。比方说听了我的一首歌，然后下面有你推荐你的歌单，对，是你们做的吗？哎，对，我们这边因为很多，我们有跟很多不同的唱片公司合作嘛，那他们会给我们他们的音乐，就比方说歌手录好了，他会把音档送过来给我们。那我们这边呢，我们负责去培养很多小精灵。那这些小精灵会帮我们做事，把这些放到我们 KKBOX 上面，那让大家可以看到从歌单啊，然后你可以使用者可以听歌这样子。对，我们很多的小精灵很可爱，小精灵，如果我喜欢小精灵的可以加入我们。对，好啊，谢谢你，今天辛苦了。不会，这边其实是我们的 KK Bar， 就是大家平常休息的地方。真的？对，其实空间好漂亮哦。对，大家这边就是平常中午吃午餐啊，然后下午吃下午茶的地方。等一下，会在这公司可以吃下午茶？公司可以吃下午茶。是谁准备的？是自己叫 Uber 吗？是公司准备的。天哪！每个礼拜都会有。我的经纪人要哭了。麦卡贝有这种服务吗？我没有听到。大家好，辛苦了。玛利亚要喝一杯吗？好啊。好。好厉害，而且是旁边有一些那个自动贩卖机。对。就很厉害耶。你想要吃什么吗？我们这些全部都是不用钱的。啊？有这种事？对，你看我的 bag。我想吃。你还想吃什么？玉米。玉米，好。卡住了。我的玉米。是不是要偷钱？因为我不是员工。我们再投一个看看，可以把它挤出来。不让我吃，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他要你吃别的。好。对。但我真的很想吃玉米，可以帮我再按一次吗？我再按一次，看可不可以把它挤出来。哦，可以了。耶！他要一次给你两包。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老板，我们的公司也要不要买一台？同事们都点头。而且我们一层楼有四台。四台，每一台的东西都不太一样。天哪，我真的是开始怀疑大家有在工作吗？开心。都没有在工作。老板，都没有在工作。你跟我讲，老板听到吗？有啊，我们有啊。有。就是累的时候会来的。非常的棒。等一下，真的是这里的同事吗？真的是这里的同事。哇！周总，是的，哎，太厉害了，是咖啡厅的哎，非常好喝，好厉害哦！是你的工作室做咖啡这样？没有，这是兴趣，有兴趣。对，然后同事们都会跟我们交流。大家很幸福哎，有一个很会做咖啡的同事，很厉害，谢谢，很好喝的咖啡。谢谢谢谢。哇，这里怎么这么棒啊？这其实因为我今天的目的就是来帮 KKBOX 大家准备员工餐嘛，就觉得已经福利这么好，我该做什么？我该怎么办？就是可能是有一点点压力，就可能等一下要调查一下大家想吃什么，对不对？我可以问你一下吗？好，请问你是什么身份？哦，我叫小倩。小倩好，嗨，你好，你是在 KKBOX 做什么工作吗？哦，我在品牌行销部门。行销部门，行销部门。那平常工作室大概几点来，然后几点下班？我差不多都9点多来，然后下班时间原则上7点。还蛮久的耶，蛮辛苦的。嗯，那平常是在这里吃早餐、午餐，嗯，都在这里吃。可能有的时候晚餐也在这边吃。真的，好辛苦、哦。不一定，很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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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平常有什么喜欢吃的东西吗？平常喜欢吃一些，喜
欢吃一些炸物。炸物，咸咸的。咸咸的东西，因为工作很累，所以需要一些补充一些热量。对对，热量。没问题，谢谢你。谢谢。秀妍。你好，你好，你好，我认识我吗？当然认识，很开心。你好，请问怎么称呼？我是 Fanny。Fanny 上，你好，你好，你好。你是在 KKBOX 做什么样的工作？对，哦，我是派驻在 KKBOX 事业单位的 HR。啊，什么意思 ？HR 是人资，人资，人力资源。哦，原来不好意思，英文不好。那如果是可以有什么特别帮你准备一个很棒的午餐，那大家想吃什么？我觉得健康就好，健康就好，健康很重要。沙拉，对对。然后因为我们公司也有很多零食，然后我们大家都就是平常礼拜三都有很棒的下午茶跟早餐，就所以就是我觉得午餐如果可以就是有一些健康的食物，我觉得很棒。可能是肉桂卷吧，肉桂卷，因为最近台北很多很好吃的肉桂卷。但我通常都吃健康餐，就是那种水煮的鸡胸肉那种。健康。对对对，没有，因为主要是这里也没有东西可以吃。原来。对对对。吃烤鸭。比可能牛排啊，或者是意大利面什么，应该都还蛮不错的。对，今天刚好又是礼拜三的下午了，就到了我们的下午茶时间。那马里奥带你来看我们今天有哪些下午茶。哇，太棒了！哇，天哪！这边是先做好的部分，我们今天有准备两样，一个是鱼子酱蜂蜜吐司，鱼子酱，一个是大阪烧。塔锅焼鸡。哦，不对，我讲错了，是章鱼烧。那我再带你去看，右边这边是我们有现做的，天哪，草莓塔斯达的部分。你们是面包店吗？这是叫什么名字啊？草莓卡斯达。草莓卡斯达，所以我换装了。那我今天是可以做这边，这边等一下我们要把它对切。那我先做一次，你做一次，对了中间，然后剖下去，然后切两个，就这样。好，来试试。第一次拿这个刀子，哎。做的不错，不会差不多，因为等一下我们会撒糖粉哦，可以干，修饰一下，可以，轻一点，像下雪一样，哦，很像在做蛋糕哎，那这样就好了，来，是，这你们是平常做蛋糕吗？这个只有冬天有，哦、真的，再轻一点，哦，很好看，所以就是这样，好，最后的步骤就是把这个放上去 ，KKBOX Family， 对。把它插上来，天哪，也太用心了吧！好，再把它盖起来。OK， 完成。对，好。你们是平常这样子来公司？做这些吗？甜点，啊欸、甜点第一次，之前都送咸的。哦，原来。因为甜的我们冬天比较有。原来。对啊。好，在排阿布玛利亚手做的点心，想跟阿布一起吃草莓，超想。我们是在排阿布玛利亚，阿布玛利亚手做草莓蛋糕，那是什么？可颂吗？草莓可颂啊，草莓可颂，要期待。大家圆桌，甜的大家很开心。
等一下，刚刚那么多的只剩酱哎，而且我都没吃到，可恶！是你的吗？你好，大家好，嗨，你们今天的下午茶喜欢吗？漂亮，漂亮是这个吗？还是我？都有，谢谢，更漂亮。真的吗？谢谢谢谢。那我想问一下，之前有没有什么特别感动、特别喜欢的下午茶？鸡排，什么高丽菌？好幸福哦！我超幸福哎！我工作中不会吃到这些好吃的东西耶，好羡慕，好想当这里的员工。Michael 你好，我刚刚看了公司，然后问同事们一堆想法，然后我现在是最担心的部分是预算。对，是这次的预算是大概多少钱呢？我们的总经理 Orange 有特别交代说，因为我们刚刚上线的家庭方案，然后呢，不管是三人的方案或是六人的方案都卖得非常好。然后其实同事们前几个月也为了这个专案非常非常辛苦，所以这次决定会有一个加菜金，那希望说可以让大家犒劳一下大家，然后呢可以接下来继续冲刺这样。然后这次的预算在这边就麻烦你了。这个部分交给我的。好，麻烦你了，谢谢。嗨，你好。嗨，你好，我是阿布玛利亚。因为他们也说，他们还蛮喜欢鸡排那种，就是台式一点东西，就意大利意式跟台式是可以 mix 的东西吗？没问题啊。我们还有做一个的意大利面店，我们区别还不错。感觉是，我觉得完全没问题。那我。麻烦阿元老师，阿元老师，阿元厨师交给你的，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拜拜，谢谢，嗨，拜拜，拜拜拜。就是跟我们讨论一下那个 KK Bus 原餐要做什么这样。那他们是说他们工作就是还蛮辛苦的，然后想要吃一点健康的东西，就像符合我们餐厅有一些就是用香草花卉的原饲比较轻松没有负担的。就想说做一个开胃小点，就是用那个法国面包，然后配我们自己烘的那个风干番茄做的一个小点，然后上面再腌一个醋制的体鱼，我想说准备一个那个章鱼，就是新鲜的章鱼，然后上面有一些柑橘油醋跟综合的香草花卉类搭配一起吃的。这样他们吃起来应该会蛮开心的吧？因为这样子感觉会比较不会有负担。我想要用肉类搭配蔬菜，让他们可以吃到，他们说他们。工作的时间比较长，那再加上有时候可能会夜颠倒，想说让他们应该吃的比较均衡。对，那淀粉的部分，我是想说，因为之前我在日本有做过，就是比较传统的意大利面，那刚好猪肉的部分好像也还没有使用，那刚好就是最近我们也在灌香肠嘛，那我们做一个意式口味的番茄意大利面。就也蛮实吃的，而且番茄的口感也是微酸，可以解一些前面部分的腻。圆嘛，因为我叫阿圆，所以我想要做属于我自己的菜。就是昨天跟玛丽亚聊的时候，就是因为她有了解一下我们餐厅在做什么。那我们餐厅其实是做。比较多就是刚刚我们做的台菜，然后跟一些我们自己栽种的作物这样，那我们去做一个融合。
他自己调的那个味道啊，就是我觉得油是他自己去可能用蒜跟迷迭香去炒出来的，但其实我觉得那味道比较温柔，然后就是非常有食物的原味。哇，这是什么？章鱼？章鱼脚？章鱼的脚这么大吗？你把这个放在中间。哦。这样子。对，再多一点啊，放中间一点的。对。然后待会再会再淋一些 sauce 跟那个红椒粉。哦。是不是觉得我做很慢？不会啊，不好意思。这个也没办法快，这个就是要慢慢的放，它才会有点力气。爱的教育。可以。可以。像视觉上也很好看哎。OK， 耶、yeah ！石河，我刚刚听到说还有其他的前菜，我想说，前辈介绍的人想要吃看看，可以吗？我帮你准备是这个，这是什么？这是那个风干番茄，还有醋跟醋渍提鱼做的这个开胃前菜之一。嗯。天哪，太好吃了吧！这个那个番茄，很像是那种意大利面的，加蒜头一些香料，超级香，好好吃。然后那个鱼，鱼是酸酸的，整个都很搭，这完全是开胃的，是吗？对。这个真的是在高级餐厅吃饭一样，没办法想象这是一个办公室。KKBOX 大家也太辛苦了，吃看看。这是什么呀？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料理耶。嗯，很特别，真的是有一点像油条，又有一点像日本油炸饺子。嗯，搭配上他们真的很好吃。但是没办法，它现在就是员工餐了，不是在一个高级料理吃饭。嗯，好棒哦！嗯，我刚刚就有什么可以帮忙的事情，结果没有在吃东西，是不是开工了，差不多要工作了？好，那我会等一下要做这个吗？嗯，就是等一下我们稍后就可以开始夹菜。夹菜？对。是不是对我没有信心？啊，没有，就是工作超高一个段落。OK。今天是不是时间很赶？今天有点赶，不好意思。今天是几点开始做准备呢？我们8点就到台北了。哇！所以今天上来哦？哎，对，哇，今天上来，我们从台中来的，真的。您的这次的料理是爱媛厂都自己想的吗？我们团队就是团队一起，大家一起发想的。对，这就是台式意式。我们就是有加一些台式意式的元素这样，但是意大利菜的元素会比较多一点点。对。我刚刚发现爱媛是不是日本很好？去过日本ですか？はい。真的吗？銀座で働いています。銀座で？ブルガリです。ブルガリ？そうです。嘘。イタリアン料理。待って、めっちゃ高級なレストランですよね。すごい。待って、金蘭。難怪想说为什么会日文。すごいですね。是。
すごくないです。それは日本で料理を勉強したんですか。そうですね。日本でイタリア料理とスペイン料理が勉強しました。へえ。じゃあ日本人に向けてイタリア料理作るのと台湾人の口味は一樣ですか。大体一緒ですね。アジアの味が大体一緒ですね。ヨーロッパ料理がそのあっさり。あっさり？そうですね。是不是现在剪辑的人真的很崩溃？不好意思，好开心哦！竟然跟阿月谈可以讲日文，非常开心。ちょっと懐かしい。懐かしいですか？懐かしい。很久没有讲日文了。今天早上做的很好吃哦。中午可以吃到这么丰盛的东西，非常的棒，而且是颜色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好看，然后营养的那个 balance 也很棒，这个不管男生女生都一定吃得饱，这么丰盛，闻到味道就好想吃哦，感觉员工大家已经等不及了，我们要差不多开餐厅。开店。新歌赞，加油加油，继续加油！要试唱一小段吗？哦不，他会，加油加油 ，this。大家，那我现在开始准备吃餐了，希望大家喜欢。筷子可以自取哦，跟平常的茶叶蛋相比，怎么不一样？我想吃。被阿远的话学。Hi, 你好，我有一个好奇的问题可以问你吗？当然，就是想说，就是这么多餐嘛，然后这些可以吃饭的人是什么？有什么？其实因为现在就是疫情期间嘛，然后其实今天会来可以吃饭的同事们，都是因为他们每天有主动的去柜台量体温。天哪！对，就是这个理由。然后他们来的时候，我们才跟他们说，因为你有量体温，所以可以来。太惊人了！我今天开始每一个地方要有量体温，好厉害耶！那是不是洪德成设的这个设定？不是，是老板设的。啊，老板设，那本来就知道吗？你说我本来就知道吗？对，我本来就偷偷知道了。我那时候很那个作弊的行为，没有知道的大家快乐。没有，我本来就主动去量体温了。希望你吃得开心。谢谢马尿。不会。你会很常跑在外面的？你说像这种活动？对啊，像这种活动。我们之前蛮常的。对啊，就是同事其实都还蛮有经验，就还 OK， 就还蛮有趣的。你也没有做过员工餐这样，对，有不一样的挑战。那你会一开始听到 Eric 找你，你会吓到吗？是还好啦，因为前一阵子比较忙，其实我拒绝过他一次，比较不好意思。对。那午餐可以吃到这么好的东西，等一下也可以努力工作。可以，
可以再支持个半天。你好，你好，大家好，好可爱哦！这样子大家一起吃饭很可爱，很像学校的感觉。很久没有这样。哎、欸，真的吗？今天的午餐大家觉得怎么样？好吃，好吃，很幸福，是不是？之前都没有这么的丰盛的，对，没有那么多人的那个菜色。哎、欸，那其实是女生嘛，平常是不是吃很少？是不是太多量？哎，真的耶，吃光光，太好吃了，太好吃了，辛苦，不好意思打扰大家，谢谢，希望大家喜欢。大家好，这是什么可爱的家里风空间？今天的午餐怎么样ですか？很好吃，很好吃，很好吃。哎，已经吃完了哎，那个吃光光，好棒哦！这个哎，我刚刚没有吃到这个南瓜汤，有人有喝吗？我刚刚喝。哎，好喝吗？还蛮好喝。哎，怎么样ですか？为什么脸这么红？变苹果了。我觉得意大利面很好吃。真的是辣辣的那种。没有，但是它味道很好。哎、欸，那平常午餐是吃什么比较多？会吃意大利面吗？没有哎、欸，很少。真的？没有听说过。哎、欸，那喜欢吗？喜欢喜欢。我觉得这个超级好吃，大家快一点吃，快点吃，讲错中文。希望大家今天的午餐很满意，但是真的是快吃光光了，真的。其实我刚刚吃到两个前菜而已，可是就已经吃到，到底这个菜多用心，真的是非常的有，非常厉害，对。所以就今天感觉大家很满意吧。然后我真的很在意的是，这里桌上还有很多剩下的。我吃咯。丰盛了，我平常吃午餐也没有吃的这么好哎，我平常吃便当，对不对？我真的觉得大家很非常的辛苦，然后 KKBOX 的老板非常用心，老板有没有看？就是在那边，希望之后有机会，还是跟同事们一起做可以吗？好幸福哦，不好意思哦，吃饭要报备一下，报备，大家再见。那个鱼的那个味道没有到很重，嗯，对，然后就是香香的，对，很好吃的。其实是你吃的第二个，好幸福。你也可以拿哦，你想拿你也可以拿哦。我刚刚没吃到这个章鱼，啊，你刚没吃到，那个章鱼很好，章鱼很好吃，真的。词汇很缺乏，除了好吃，没有想到其他。它章鱼就是那个口感很在，但是又不会到太 Q 到很难咬。对，有一些章鱼就是很难咬。对，因为它那个刚刚好，让你觉得很好入口。天哪，很会形容哎，是不是要不要来固定帮您？所以跟百香哥学的。那是老板，还有跟台哥。老板。天哪，很会形容哎，要不要来固定帮您？真的假的？老板不好意思，我真的现在才知道，真的你是老板，真的吗？我超没礼貌的，一直说很会形容哎。今天我不小心跟老板吃饭，我那时候怎么敢跟老板吃饭哎？我们都是很像一家人。确定？对对对对，只有他觉得。没有。去隔壁桌。像我们的老板，也很好啊，也很好。对，也很好。对，但我没有吃过这么丰盛的午餐，就觉得 KKBOX 来的非常幸福，过得很用心的。帮你跟你老板讲一下。对，麻烦。后面也有一个，对对，没有错。天哪，我现在跟那个台哥聊天一样，台哥懂得比我多了。没有，一样很厉害，所以老板是非常热爱美食的。你有喝出这个汤有什么花的味道吗？就是那个什么柑橘还是什么，很香的。茉莉花 ，Jasmine。Jasmine， 老板的老婆。
香槟厂的味道。Thank you。你为什么知道？吃得出来吗？吃得出来，香味很明显。对，我也觉得。我的挑战其实我没有什么做什么，但就觉得看到员工大家的表情，然后收到菜看到菜的时候的表情，真的是很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虽然我没有准备做菜的过程，那个料理的做料理的时候我没有参与，但就觉得为了上次来这边调查，然后这次给大家吃这么丰盛、很好看、很好吃的东西，就觉得真的感谢老板让我做这工作。因为我之前都是在木曜的时候访问别人是台哥或者的东西，所以我算是第一次这样子跟大家互动，然后就觉得也没有意外，就是工作人员们大家都非常的对我很好。所以就觉得会很温馨，然后非常开心。其实我真的是非常希望老板来木曜来麦卡贝做这件事情。做过了。哦，真的做过。不一样的风格。真的不，是不是不满意？不满意，不满意。老板，要不要做第二次？我下一个是我要兔子。老板，我们要做员工餐了。拿来，先拿来一下。希望之后也有可以有这个机会，然后也可以去更多不同的公司帮忙的。应该算是今天成功吧，成功。希望大家开心。OK， 卡。什么？哪里？哪里？这是什么？我要掉我的意思吗？那什么？谢谢！哇，什么东西？谢谢！等一下，谁要求婚？谢谢！阿里嘎多哥，谢谢！那你，谢谢！阿里嘎多哥在吗？那你可能 surprise， 我要被求婚是不是？阿里嘎多哥在吗？谢谢，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老板，谢谢本田さん。哇，这是什么？谢谢玛利亚桑这两次带那么多好吃的东西来给我们吃，让我们每个人都有好奇怪幸せ的感觉。天哪，是我的歌词哎，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你，然后我们想要颁一个奖项给你，就是我们的最闪耀火尾，就像你的歌《Shine Shine the Night》一样。然后也希望你之后可以继续《Shine Shine the Night》，然后演唱会很顺利，然后新歌《阿布奈》也可以表现得很好。对，然后你要就是邀请你的粉丝多来 KKBOX 听晒晒。对，难怪那时候有专业摄影师，但是为什么 KKBOX 每天有这个专业摄影师哦？这样很厉害，哇，很感动，谢谢大家的，谢谢大家，好开心，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大家，我的新歌《Abu Night》可以在 KKBOX 可以听的，大家听起来，お願いします。明年变。风雨歌手，怎么了？风雨歌手，风雨歌手，对，我会加油的。有彩排过，不好意思打扰大家的时间。希望之后可以，就是我的阿布奈，大家很多人在 KKBOX 听起来，我们可以喜欢，成功，耶！谢谢大家，谢谢，不好意思，谢谢。
O to the I N G if you want a boing boing boing. B to the O to the I N G if you want a boing, come along with me. B to the O to the I N G if you want a boing boing.